老公，买回来了哦，不如我们一起吃哦。不要了，贝贝子哭，还是你先喂奶啊。啊？哦。可是这里大庭广众又没有哺乳室，等一下下次这样在shopping mall被老安迪昂跟妈怎么办？还是我们该买了啦。哦，那我去准备一下喽。嗯。走，马瑞子。哎呀，妈妈带你去喝奶呀，不要哭了啊！哎呀，啊，这里没有人，可以乖乖喝奶了。哎，姑姑，乖乖喝奶呀。其实呢，像刚刚在影片里面的情况呢，是很常发生的。很多哺乳妈妈因为在公开场合哺乳，受到他人的注视，甚至投以异样的眼光。我们希望借由这部影片，能够提高大家对哺乳的认知和意识。哺乳是神圣的，请尊重、鼓励并支持哺乳妈妈。